大家好，我是 TK 棒的邵云。每年的十月底、十一月初，就是铁三角一年一度的新品发表会。那相信铁粉们应该都十分期待吧？究竟铁三角今年带来了哪些耳机新品呢？就让邵云带着大家一起现场直击吧 ！Let's go！好啦，我们都知道这几年耳机的趋势就是以无线产品最为主流嘛，其中又以这个左右耳独立声道的中无线耳机产品最受市场欢迎。那所以啊，今天的铁三角呢也带来了两款中无线耳机新品，另外还有三款的噪式耳机。好啦，那我们首先就先从这个中无线耳机来看起吧。好啦，首先第一台就是要来介绍是 ATH-CK1-7W。那这一台呢，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的小巧轻量，单耳呢只有六克，就是你戴在耳朵上面也不会有太大的佩戴的负担。另外呢，它的外部上缘呢，这里有一颗一键式的实体触控按钮，所以操控上面是相对的直觉很多的。再来它内建的 4.9mm 的驱动单元，另外它的续航力。耳机在满电下可以使用7个小时，那搭配充电盒则是可以使用21个小时的时间。另外呢，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搭载了 IPS5 跟 IPS7 的防水等级，所以你在运动后啊是可以来用清水来简单的清洗的。还有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平易近人哦，就是一部耳机只要2050，所以呢非常适合这个小资族跟年轻的族群来做使用的。就是要来介绍的是隶属于铁三角 Solibass 体系的 ATH-CKS50TW。那这一款的特色就多多哦。首先呢，它搭载了就是大口径的 9mm 的驱动单元。另外呢，它的耳机里面呢也有一个气流导管，所以它可以引导出更丰沛的低频表现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它就是搭载了前馈式的降噪技术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耳机上面的这个实体按键来切换降噪的开关啊，还有这个外部声音的功能。另外呢，第三个特点就是支援高通这个 FX 跟 FX。Adaptive 高品质无线音讯编码格式。最后呢，它的续航力非常的惊人，就是耳机在满电下呢，它可以连续使用20个小时，搭配充电盒可以再额外的提供30小时的电力哦。所以它的续航力总共是来到了50小时，我觉得这个续航力真的是非常的惊人，那可以说是业界的最高的这个电力表现了吧。再来看到的是噪式耳机新品的部分。那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一款ATH-HL7BT 开放式蓝牙无线耳噪式耳机。那这一款呢，它的特色就是整机只有220克，十分的轻量。另外呢，它的机壳采用的是无压迫的这个开放式结构，还有这个双层的耳罩结构设计。那一来实现了这个佩戴的舒适性，二来呢，它也可以让声音环境音的部分成为你声音体验的一环哦。另外，它内建了53mm 大口径的驱动单元，同时也通过了360 Reality Audio 的认证。邵云简短的体验之后呢，发现觉得它的整体的沉浸感十足，而且声音表现十分的优异哦。最后它当然也是可以对应这个有线连接，然后来享受High End 等级的高解析音质哦。最后两款呢是有线专用的噪式耳机，那分别是 ATH-GDL3 跟 ATH-GL3。那这两款呢一个特色就是它们都采用轻量化的设计，分别只有220克跟230克。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外盒设计呢非常的有巧思哦。铁三角特别找来了艺术家吉田健太郎来特别设计的。那首先看到这个 ATH-GDL3 呢，它的噪结构是采用开放式的嘛，所以它的设计呢是以一个空气流动为理念。那它想要表现的就是一种通透声音。新的体验这样子。另外呢，这一款这个 ATH-GL3 呢，它是以一个大力之力的形象来做设计的。那由于它采用的是密闭式的结构，所以呢，它的声音上面是会更有凝聚力的，而且这个整体的听觉表现呢是更有魄力的。最后也来讲一下这两款耳机的共同特色哦。首先是这个头戴的这个细胶材质是可以做拆卸清洗的，另外呢，耳麦也是做可以拆卸的设计哦。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，就是除了一般我们常常见到的就是噪式耳机呢通常会用 RL 来表现，就是左耳罩跟右耳罩嘛，但是铁三角的这两款耳机呢，它的在耳罩里面呢特别采用的汉字来表现这个左耳罩跟右耳罩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别致的一个小设计。最后呢，这两款耳机的一个规格也提供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铁三角2021年新品发表会的现场直击啦。不晓得大家对于哪一款耳机新品特别感兴趣的吗？欢迎留言在下面让我们知道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